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令人意外，因为你看他美国是很故意的，有的时候给型号写得非常非常清楚嘛，对不对？ ANTPQ36 反炮雷达什么弹簧那写得很清楚，哎，有的就不写清楚。然后呢，可是你说你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更夸张，是泽连斯基又开了一个清单，他开了清单，他要什么？他们急需重炮、重装甲防空系统，对不对？可他里面竟然说要美国的海马式火箭弹，连这个也给出去了，这场战争会不会逆转啊？都是我们要的吧。对啊，余将军把我们台湾的武器都给过去了。对对，余将军不小心破梗，也把我想说的塞，这不是都是我们要的吗？对啊，还是先后缓急嘛。对啊，台湾用得到呢，帕拉丁啊，跟呢海马式火箭炮的时候，代表海空的这个呢制空权、制海权被拿走。假如是战争嘛，对了、啊，所以说呢，乌克兰的朋友们现在，我怀疑他的重型鱼雷也是我们的。是，你说莫斯科号刚好被这个被两发。刚好这个、欸，不过也不错、欸，先测试一下，看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但我要说了，这些武器的东西，刚才余将军讲的比较已经非常非常详细了。但是我为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武器为什么现阶段适合用在乌东战场？对，因为乌东战场多平原嘛。对 ，OK， 很重要的地方是呢，刚刚好在乌东北部的地方，我们说顿巴斯地区呢形成一个突出部。对，突出部对所有的军事迷来讲，如果你是攻方的话，你会有一个很大的诱因，想要干嘛？把它铲除掉，对，你可以进行南北的夹击嘛，对，从北跟什么这样切掉，对，切掉，然后呢，就是达到了起码在战术上俄罗斯最想达成的目标，围歼乌克兰的军队，对，因为突出部应当都有重兵集结在这个地方嘛。那现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呢、哦，在突出部或者是说乌东战场，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乌克兰需要什么？我跟这个余将军同台很多次啊。乌克兰现在的战略跟战术一定是所谓的弹性防御，对，或是战略防御，它至少分三道线。对，第一道线是什么？你攻击矛头来的时候，我如何把你削弱嘛？对，从侧翼把你削弱，或是从正面把你削弱。所以第一线需要是反坦克的武器，对，现在已经有了标枪飞弹嘛，对，或是各种火箭炮嘛。对，那第二道有快速运兵车，对不对？对不起，那是第三道。英国跟澳洲给的。对，第二道防线需要是什么呢？就是类似像帕拉丁自走炮，对，我又再把你削弱，等你的攻击矛头呢，基本上被削到呢，基本上已经比较耗损的状况之下呢，我再进行呢向后撤之后往前部署拳头打出去的机动战略的反击。是，这时候刚才正浩说的乌克斯国家提供的这些啦，啊，澳洲的运兵车啦，獒犬，对的，獒犬啊，哦，这些。通通用得上嘛？对，在二战这叫做装甲直弹兵呐、啊。对，再配合呢新形态的，比如说好不好？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豹一，我有讲过豹一啊，是专门猎杀 T70 跟 T72 同级战车之中，虽然他们有实战经验，但是呢，跟英国的挑战者刚刚好呢，都是在五次以阿战争之中完完全全完胜现在的 T70 跟 T72。是，简单讲。70年代最重要的西方盟国的战车有三款 M60 还有豹一，加上呢所谓的挑战者，对，这是呢乌东北线需要是什么？机动防御、战略防御，削弱之后从侧翼再进行反击。这个做法很像是线上朋友，如果军武迷的话就知道卡尔可夫第三次会战曼修坦打的反手拍就是这样子，退后让补给线拉长，削弱你的矛头攻势，接下来进行战略反击。是，而且呢，一下呢拿下了卡尔科夫跟别尔哥罗德。哎，你以为是现在的战况啊？这是1943年。好，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马利波大家最关注嘛。对，马利波基本上是被围城，所以他没有什么机动防御的啦，也不太需要呢。为什么叫做放大决跟重武器？他要的就是防御的攻势，对，也就是呢，在攻城战的过程之中呢，我拥有呢火力的最大化，对，所以他不需要坦克了，坦克是机动武器，你把坦克当成碉堡来使用，这太浪费了，对，所以呢，结论只有第一个，现在呢武器送来刚刚好呢，钱用在刀口上，符合乌东战场的需要。第二个是呢。礼拜二的时候，我跟他们上面有没有贴一个台湾 can help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台湾 can help。那第二个是呢，同样的逻辑吧。对，我们礼拜一讲说呢，那个李强去视察，对不对？被大妈抗议，那是故意给谁看的？给习近平看的。给习近平看的嘛？对，那同样的逻辑嘛。在火车站，在波兰放大决，这样、给谁看？我懂了，这也是星战的一环。没错，给普丁看。你真的确定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在乌东方，因为普丁一定拿得到他的情报，他一定知道
但是俄罗斯普通的大兵不知道。可如果俄罗斯大兵发现，看 Twitter 滑一滑，看我们九四幺克数，发现哦，我们要对付到的是巴拉丁，他们会心脏，他们士气可能会瓦解。这个分最后就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啊。我唯一要修正一下郑浩的想法，你确定补丁是吗？那些将军不是蒙蔽他吗？哦，对啊，对啊。可是现在上电视了，对不对？将军怎么蒙蔽呢？ 对不对？哎，人家的重型武器来了，帕拉丁，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俄文版。对，第一个是啊，是给啊俄军跟呢普丁看，简单就是给俄国人看的啦。对。但第二个，我心机比较够，给谁看？给书桌看啊，给小粉红看啊，给习近平看啊。这个就是啊。大家说的对吧？今日乌克兰，明天台湾嘛，没错啊。乌克兰拥有台湾同样规格的武器嘛。如果你想跨海，啊，对，如果这个帕拉丁啊，或海马式火箭嘛，不是要部署台湾、啊？如果放在西兵的话，我们不是说源头打击吗？我们把它放在过去渝北城驻扎的北干，西兵啊，对不对？或者是说飘出西兵，再往前推一点，对，放在呢我们的第一线，放在金门跟马祖。源头打击哦，射程40公里哦，你的兵力要集结的时候，我们也有万箭弹，但我相信啊，没多久把万箭弹基本上乌克兰先用不到，那个是源头打击，那个开战时候使用的，所以我现在讲完了，给普丁看，给俄国将领看，给俄军看，还有给小粉红跟习近平看。